你不赘婿吗？真赘婿了。对呀、啊。那这事儿我得去，就是问一下郭麒麟。哎呀，吃醋了，吃醋了。姐妹如手足，男人如衣服。哎呀，手足可以断，多少年了你都。衣服不能不穿呢。我现在是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，真的。姐妹，就你就相信男人吧，没关系。在男人那里头破血流了，姐妹还收留你。我的心是永远爱你，不要不着你那心，你那心地方没有地方。来，我问，你觉得在辣木心中，你和汪台谁重要？想听辣木的回答。我确实是哥哥重要，确实是哥哥重要。那雪琴和弟弟，不要再侮辱我了。我的心，都伤过的心已经玻璃碎片了。那同样那块板是希望王鹤棣送你回去，还是哥哥送你回去？那当然是弟弟送我回去。不是，哥哥，我那个别的都行，那个我真有点信不着你。哥哥，我也想说个事儿，就是这个故事明明还有我们仨。你们仨跟没去似的，跟着一趟一趟的，就没人在乎过我们仨吧？是不是只有我提到了你们仨？对，我现在算是发现了，原来我是进了你们一号屋的贼屋。哎，对呀、哦，我真是进了你们一号屋的贼屋。都自己家人，说啥呢、啊？你不赘婿吗？真赘婿了。对呀、啊。那这事儿我得去，就是问一下郭麒麟。哎呀，吃醋了，吃醋了。哎呀，那现在那辣木回答一下吧。就这么说吧，郭麒麟是哪个？是哪个郭麒麟？武大靖和王传君再加一个辣目娘子，同时掉水里。没有你，没有我呀，就武大靖和王传君。啊，武大靖和王传君同时掉水里，你会救谁？那么待会儿呗，不挺好的吗？下都下去了，多游会儿。挺飘啊。这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，三个人一起游。行，那我换个问题，如果宋丹丹跟辣目娘子掉进水里，救谁？对，犹豫了，犹豫了，犹豫了。如果宋丹丹跟辣目娘子掉进水里，救谁？好好想想。还是叫杨子吧。啊，丹丹呀！我觉得丹妈是这样，就是作为长辈，就还是成全一下就是儿女吧，对。哦呦，哎呀妈，你别往我那边靠了啊！成全儿女，你挺狠呐，你是真狠呐。他值得，他值得，值得坐这儿，妈都不要了。哎，应了我们山东的一句俗话，娶了媳妇忘了家。非常感谢今天弟弟做客六五零。哎呀呀，那两回我们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拉木，哇，自个儿家里人都不要了呀？那都是个人家人，没事儿，大义灭亲呢，真的是。